好，我是坨坨，我是一条小团团的女儿。我今年应该7岁了吧？我好像长大了。这种为什么要打我？为什么要打我？我只是个孩子，先不要凶我，也不要说我是假的，不要打我。也没有人倾听 ，boring boring。